开花啦！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洋水仙。不要问我名字哦，我因为我的牌牌都已经弄丢了。这个有点像中国水仙，只是说哦，你长得像哦，这还是洋水仙呢。这一坨是三个品种，还有这个小的，这个还没有开花啊，扫把草泛滥了。这个洋水仙呢是要低温催化的，只有温度特别低的时候才会长出来，所以你种在土里面的话，千万不要着急啊，不要乱动啊，让它自然的生长就好了。现在最近下雨，长得真的是像大蒜一样了，除了这个花看起来不是大蒜以外，其他真的就是大蒜的样子。这个是可以年年复花的。